天王家父同埋怪兽奇兵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八场赛事嚟到三班一六五零，大热暂时系四。黄旗举起，随自己步啊！怪兽奇兵周身玉啊！好啦，开闸添啦，聪明导弹慢咗，怪兽骑兵慢咗，前面快嘅马啦，见到埋边位置，赤马红峰啊，一马当先走上去啦，咁啊见到中间加州时街顶住外边嗰只咧就谦王家父啊，守住内栏嘅第四位系嗰匹中城区嚟嘅，咁啊再后边嗰阵嘅马啦，大约跟住个第五啦，中档红一直间三啊跨道口啦，内栏位置仲有确妙星出边快利高啊，后边嗰五匹马啦，先见到聪明导弹啦，内栏尾四系出闸慢咗，怪兽骑兵橙衫嘅。出面是包装风云向尾三，尾二是包装大奖啊！暂时包尾嗰匹马粉红衫、粉红帽是芙蓉装嚟嘅。好啦，对面直路头咯，过呢个1000米嘅段柱啦。谦王家父啊，摆咗喺前面放嘅。加州时街就第二位啦，赤马红峰跟住内栏第三啊，出咗二搭第四位啊，系中城区啊，落后个几身位啊。先见到第五位有跨道口啦，中间快利高啦，出边红眼罩咧就包装风云一路俾人顶住喺三搭啊。内栏位置嘅马啦，仲有确妙星啊，尾四聪明导弹啊，尾三咧外边就包装大奖啊，尾二就橙衫嗰匹怪兽骑兵啦，包咗落尾嘅马系芙蓉庄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谦王家父占先少少嘅，加州时街上嚟逼下佢啦，内栏第三赤马红峰啊，出边咧就系呢个中城区，亦都喺外边踩油啊，后边嘅马啦，有赤马红峰第四位，中档第五跨道口啊，后多浸嘅马啦，先到确妙星怪兽骑兵啊，外边位置系包装大奖啊，斗到最后二巴啦，外边数入去，中城区加州时街内栏嗰边仲有赤马红峰啊，中间位置就谦王家父接近终点，中城区外边就已经系透出咗赢出呢场赛事，第二名噶嘛，系赤马红峰啊！第三咧有加州时街同埋谦王家父两匹马相当接近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中城区上次内冇跑滞留重发，咁啊结果好抢口，今次入弯咧俾佢走顺晒，结果赢啦，跑第二名赤马红峰，第三名咧十号嘅加州时街俾佢压住咗咧，入边嗰只系谦王家父要影相。十二号嘅中城区啊，最后咧就八倍胜出啊！蔡明少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赤马红峰啦，卧薛恩第三成名好近啊，谦王家父同加州时街啊，影相争三四。咁啊，十二号嘅中城区咁啊，终于嚟到今日第八场，都帮练马师刘冠全打，即系赢翻场啦，上翻去榜首咯，因为比较多嘅第二名噶。咁啊，一齐睇啲预计派彩啦！跑第一名系十二号嘅中城区，独赢派80蚊，位置派28.5；跑第二名系五号嘅赤马红峰，位置派43.5；跑第三名系十号嘅加州时街，位置派18.5；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谦王家父。
现人五搭十二派535蚊，位置 Q 五搭十二派179.5，十搭十二派89.5，五搭十派125.5。现重彩十二号、五号顺序派1291蚊，当天五号、十号、十二号就派815蚊。阿明少咁啊，三个第四之前啊，赢翻场咪跑晒啦，尾场冇坐骑嘅。刘富全三重彩个预计派彩啊，十二号、五号、十号顺序就4188蚊嘅，咁啊时间又有分喎。系咯，73尾73啊，下赛呢只位置都冇埋啊，有一个关。啱啱先讲罗富全今年好多侧身马都交代到系赢正呢只咁滞，咁啊连呢只都赢埋啊，好嘢！一兵一卒嚟用到，我睇下从阿蔡斗啊，系咯，逍遥区同佢啦，近期都系啊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咗入系 A 一届嘅热门派34蚊。咁啊，尾场出一对嘅罗富全，阿蔡就一只。伊臣就升味十足啦，咁啊今次就我哋拉停赛就用咗何泽尧，尾场都好似三强顶立咁，睇呢盘系啦，暂时未过关，佢有五倍左右啊，过完关就睇下剩翻几多倍啦。好，第一张相加州时佳啊，扭下第三、第四啊，跌咗级喎，希望加富潘啊，今日好多第三噶嘛，今日放咗出嚟跑喎。呢場都冇乜點追喎，全部都前面一堆翻咗嚟啫喎。啲包裝大獎訂好出啊，不過都冇啦。今日麻麻地啊，田大安。咁啊，四連環五號、六號、十號、十二號派1167蚊。啊，尾場一隻熱門嚟喎，又係個名唔好夾住。系咯，睇埋个四重彩啊！十二号、五号、十号、六号顺序排31360蚊。佢唔幸运啊嘛，点有利呢？留意下三档起步，怪兽骑兵起步慢咗一下啦，跟住自己再中一中咧。其实梁家俊即刻望一望个施习员咧，唔知系咪即系有少少觉得未预备好之类啦。总之就慢啦吓。前面就赤马红峰出咗嚟嘅，咁啊希望家父就顺势上前啦，守住第三位加州时间埋栏，第四就头马啦，呢只系中城区啦，中档第五跨道口呢个位冇直口啦，已经跑得好好，翻到嚟就唔系话咁劲，咁啊内栏就嗰只确苗星啦，走住中外搭就快利高嘅，包装风云又系个走位都比较曳啲啊，何泽尧全程都勾晒嘅，跟住啊聪明到底黄色衫啦，包尾嗰三只就系出闸慢咗嘅怪兽骑兵，大热门嘅包装大奖，包尾就芙蓉庄。头段步速就慢少少，第二段就快翻相约时间，第三段就同标准一样，所以拉回嚟嘅咧就都同标准步速、正常步速差唔多，属于中等步速嘅赛事。我赛前都讲啦，呢场咁多有能力嘅马，都系边只走位际遇好嘅，边只跑得好咯。咁一出闸转埋第一个弯，都已经划走咗三只嘅，一只出闸慢咗怪兽骑兵，一只包装大奖早都留到斗哨口，另一只包装风云沿途三段。咁啊！依三隻啲咁嘅走位就要點可能跑得好呢？因為你對手咧只只都唔曳噶嘛，咪就前面嗰堆咯啦，一隻黃金包雙位啦，赤馬紅峰，咪頭馬啊中城區嘅熱烈走，即係當跟得好順嘅，咪結果依前面嗰堆入到直路翻曬嚟咧，就只只都唔散乜滯啊，咪都係前面嗰堆嘅，咪跨咗其實都攝得靚嘅，咪直路追少少又唔算話追得好多，咁其他郭妙星啦，咁都算攝到嘅，不過就真係冇乜威脅嘅嗰個第六。今日第八場賽事到福榜完畢，位置 Q 派彩五搭十二派179.5，十搭十二派89.5，五搭十就派125.5。三揀一派彩勝出咗係 A 一格嘅熱門派34蚊。二重彩十二号、五号顺序派1291蚊，四连环五号、六号、十号、十二号派1167蚊。四重彩十二号、五号、十号、六号顺序派31360蚊。
孖宝头关一号或者八号尾关十二号就派210蚊，头关一号或者八号尾关五号派125.5。分段时间：头段28秒22，第段23秒5，第三段23秒34，末段23秒58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39秒64。